日八十里，下水百二十里。直当即赴者，不居此里，为限百日。外依例作阙。凡赴任公参，至元二年，定散抚州县赴任官，去上司百里。之内者公参，百里之外者升到任月日，上司官不得非礼勾扰，失误公事。凡官员给假，中统三。